Hello，大家好，欢迎到 KS 看股。今天是12月6号，2023年。那说今天马股一样啦，好像昨天这样啦，不，没有昨天这样烂了。至少今天还有点动力股啦，昨天就超级烂了啊，今天还有点动力股哦。说大新闻也没有，昨天美国就业报告就新的工了，opening 了啊，开那些新工了。OK 啊，跌了。哦，说他们预料美国啊，现在有点怕怕了啊。说他的美国股市全部在高峰哦，然后呢，就业报告没有这样好啊，说可能。哦，还有拜五，还有一个 non-farm payroll 啊，那个更重要吧？今天是 jobs opening 啦，啊 ，jobs opening 就是那个新工少了 ，OK。看看每个声明。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道、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对于因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职位空缺。哦，职位空缺了，要收本领了啊，这个了。啊，这个要收本领了，啊，收跌了。哦，他们预料9.3一个米链跌到8.3了，对。说还有了，还有一个 non-farm employment 啊，这个啦，星期五啊，这个比较重要。OK， 马股，国际看国际先，今天收在1445马股，啊 ，KOCI 3.640点跌了，说跌了0.251%，新加坡上了0.3288%，然后这个香港上了0.829%，韩国上了0.044%。OK， Nikkei 日本上了0.2044%，就日本很强哦。OK。中国 FTSE 掉了0.009%，中国 SSE 掉了0.113%，中国 NZXE 掉了0.664%，澳洲上了1.654%，也是很强。台湾上了0.189%，尼地印度上了0.396%。OK， 所以亚洲 OK 了，小反弹哦。日本跟这个澳洲很强啊。OK， 我们看欧洲。英国富士上了0.3238%，德国 DAX 上了0.209%，小小反弹。欧洲，我们看美国昨天晚上 Dow Jones 掉了0.221%，MISE 掉了0.676%，S&P 掉了0.057%，Nasdaq 上了0.313%。Nasdaq 还有上一点，然后其他的要跌。哦，昨天那个JP Morgan 里面的专家讲啊 ，S。明年他们预料 S&P 会跌多20%了，真是啊！然后呢 ，Jamie Dimon 又讲近期的这个谁呀？JP Morgan 的 CEO 呢讲哈、啊，近期可能这个 S&P 会跌多7%了，真是7%还是5%了啊！说他们预料 market 已经到顶了，会跌了。OK， 有些专家讲上了啊，有些专家讲上，把 JP Morgan 呢是讲会跌了。OK， 他们的概念了。OK。我们看中油3688没有扛头，Brent 油76.67也是没有扛头，原油71.77也是没有，金2040金呢？我觉得那天它去到2100已经是顶了今年的顶，我觉得它应该是冲不破。你看它一到2100那个尾巴长长的，啊，说很多人卖了啊，你看那个。就算你要看图，你看到图，你看到知道啊，一个大尾巴卖下来，说他讲你能。You shall not pass 啊！你呢不能过这个啊，2000亿啊，You shall not pass。OK， 说2000亿过不了，可能它回调一轮啊，可能会回调一轮1900啊，可能会回去赢啊，去到差不多超近26那天了、啊。现在我觉得它也是会回调了啊，它已经去顶了。OK， 去到顶峰了啊。OK， 我觉得啦啊，美金4.6655是强了一点啊。OK， 对马币。
Bitcoin 43,995，刚才44,000了，然后现在跌了一点，以太坊22,273，等一下我们去看看了，好，看一下它的主力啊，这个主力在哪里？看布萨，给布萨今天情绪44上升股365，下跌股452不好。没有交易的是1026，没有变的是471，交易量你看2.798个 billion 啊，超级小了。今天没有人敢开枪啊，大集团早上跌跌跌跌跌跌跌，然后到11点之后就是平平了啊，没有人敢去买啊。哎，1445，看板块，全部是8%啊，消费上了0.3，掉了0.32，工业上了0.06，建筑掉了0.37。科技上了0.08，金融掉了0.17，房产掉了0.2，中资掉了0.17，率掉了0.23，能源掉了0.89，医疗掉了0.75，电讯掉了0.28 ，transportation， 运输掉了0.17 ，utility 水电业上了0.29啊 ，OK 了今天了啊，只是那个你知道哈、啊，那个能源够跌到比较够力了，给我们看图了。KLCI， 说、so、KLCI 看来还在撑，哦，我们的国家队还在撑这个1445了，还在撑住了，啊，希望不要跌破了，跌破它来1437，再跌破1437就够力了，啊，双顶了，啊，到就在1413了，啊，看来这个这些全部千五点啊，比较难了，啊，美国在高峰啊，美国不起啊，很难再起其他的，因为中国也不强啊。中国还是一直在跌，我们看 A market 今天大反弹 1.24%， 他说他们撑住它了，不要给它再跌了啊。给、okay， 我们看中盘跌到来这个有点支撑，这个通到底，把它已经做更低的低了的啦，是这个是不太好了啊。OK， 跌了0.36%，小盘 OK 撑住这个是5900，0.12%起了，它是撑住不了啦，它不强了啊。给、okay， 我们看板块。很多人要看一下这个医疗了啊，医疗看一下医疗怎么样？医疗掉了0.7，医疗还是 OK 哈、啊，还算妈妈带太多孩子了啊，所以他呢，这个我暂时他是开始横盘了啦啊，一两个孩子呢，他突破就 OK 啊，就比较强哦。如果他一直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孩子带着，他都没有跑，他都没有突破或者跌破，他要在这边横盘啊，他就要这边横盘。哦、所以你要看到很多东西了，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啊。能源不要讲了啊，能源一直滑就跌了。OK， 我们看这个啊 ，Facebook 先。今天我们的把本 CEO 看到 market 睡觉了啊。看一下 David。OK， 闷到这样子啊 ，David 啊 ，Darren 没有表情啊 ，Why are you like this 啊？问那个 market 为什么这样呢 ？Darren，OK、okay， 撞墙啊 ，Darren 啊又问那个 market 为什么？啊、很多 Darren 啊今天没有表情，早上好啊，红 ，KS 呢 ，PPHB。现在工业不大强了啊，给 PPHB 炒上来跌一下来，说它有一个很大的主力就是在这边，哦，就是在这边，0.825，它冲不破双顶了啊。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正在做一个三角形，说它慢慢是往上跑。如果它没有跌破0.6是 OK， 哦，它是慢慢的往上跑。如果跌破0.6，你要小心啊。说它试了很多次0.82，你看这边。哦、它是站不稳在0.82上面、哦、如果它冲破了0.82呢，它可能就一路顺风了、哦、OK， 你要最重要你要看六毛钱啊，那要 boring。If the stock market never plunge， 没有跌了哈、啊，没有机会赢大了，就来讲了啊，赢多了啊。给 Daniel 睡觉 ，Andy 在那边笑。Renhill HSS， Renhill 已经炒了嘛，对吗 ？Renhill， Renhill， 好、哦、，Renhill 炒了啦。
哦，因为那个 YTL 的新闻嘛，现在它开始跌了啦，啊，开始炒完了啦，它开始回调，哦，开始跌了，啊，我觉得它可能会继续跌了，啊，它会跌比较多了，啊，但是没有看到反弹模式什么没有，看到它的模式是回调下跌回调的模式啊，OK，还有一个是什么？HSS 嘛，HSS 也是炒了很久到目标了啦，啊，能力很高了嘛，HSS 应该是套利那天我讲，应该是在那边要套利的嘛。我这边的，一块钱这边啊，1块钱。现在不然它不能，如果它调回来，冲破1.06，可能它还要去的哦。啊，调回来，现在还没有看到反什么突破，可能它还要继续调，可能会调到0.8，可能会调到0.7哦。它正在调啊，看它调到哪里去了啊。等它做了模式再反弹再追，现在不是追的时候，现在是放的时候啊，等它。等它做了模式，或者它又有动力再突破1.06，证明它 one two three break 又要再冲啊、哦！如果大量突破1.06，它可能它还要去。现在它再调一调了啊！完，你这边冲到上来6.1块钱，这边是好的套利地方啊！OK，GF 等下有讲，Aon 等下有讲，Terry，安诺。啊，他派钱啊，100块啦，快点去拿啊！100块啊，那个 Shopee 啦，啊，什么 App 可以拿了？Shopee 啦，啊，Touch and Go App 那全部可以拿嘛？啊，Burrito 啊，不是 Burrito 啊，Burrito，Elvin 讲啊，This not gonna end well 啦，不会，什么这个结束不会好啦，讲啦，对 还有，这边还有啊。这个我也不会讲啊，这个是什么？流眼泪啊，是吧？这算讲，OK，I think our Busan RIP 啊，RIP 就是完蛋了啦，Better RIP 啦，中国也落了，讲啦，然后我们 market 会影响我们 market，那中国落，美国落啊，美国在最高峰，美国不落，美国在最高峰，那很难再起啊。OK，David，Boom。啊，掉进水里面去，然后说小心啦、啊，就说在抓驾车跟驾车啊，跟坐摩托啊，你看到啊深水地方啊，你以为你可以冲过去啊，你冲到进去不知道几深，还有啊，里面有洞你看不到了，有是很多人呢、啊，他的车啊，看到旁边有水了啊，他不熟这条路，看到旁边来冲就过，旁边有洞，一跌进那个洞里面，那个 rim 都破掉了啊，以前我们朋友也是。看到有一窝水，它没有闪它，它直接冲就过。原来有两个大洞在里面，boom，那个 rim 啊，都 out 什么？吐进去了，那它勾力了啊，spot rim，OK，Elvin 啊，一直跌了 market，不要吵它，do not disturb 了，Camilla 打不起来，Terry 插水他的车 ，squish，Alice 啊给他推下去了 market。Darren 叫你不要吵他，叫 Sniper 出水啊。OK，Darren 不要吵他。This post valid until further notice 给。Darren 不要 disturb 他，Darren 抓头，伤脑筋，Marcus 啊，插水啊。OK，这个是过山车啊，啊过水了。OK。OK，我们看其他的，看新闻。RSP 觉得这个因素了啊，因素已经起了啦，现在才讲啊，对它乐观啊。RHBIB 将交通运输板块上调至增持，MAHB 和塔斯科首选。MAHB 讲了啦，有点高了啊，说我们看 DASCO 了，他没有给目标了，看看 DASCO，很久没有看这些了，DASCO。啊，还在跌了，没有东西看了啊，等它反弹去了，Let's go，不能了，OK，看，OK，阿加大要在这个要加强这个印尼的 market。亚通加强占领印尼 FBB FMC 市场的地位。
XLTA 印度尼西亚子公司 PTXL XLTA TBK 和 PT LinkNet TBK 已达成非约束性协议，以巩固其在印度尼西亚渗透率不足的固定宽带 FBB 和固定移动融合 FMC 市场中优化机遇的地位。我说他要加强的市场了， OK， 收看了。跟底的高，哦，跟底的低有机会了啊！不要再跌，不要跌破 2.18， 有机会它这可能在这边做底了啊！要时间，如果它突破 2.47 就更好啊！证明它更高、更高的低、更高的高，证明它开始长期啊，有机会反弹了。现在是第一个信号了啊，第一个那个 sign 了，第一个信号了。啊 ，MGRC， 这个集团他们的这个很多这个。诉讼称，马来西亚基因公司在执行至少四笔交易时未遵守法律。哦，说他们这个 MGRC 啊，冰袋他们是同有关系的，说很多。马来西亚基因组资源中心有限公司 MGRC 的一名独立董事正在起诉他的董事同事和主要管理人员，指控他们在公司进行至少四项交易时违反了信托义务，并被指控恶意提起诉讼，因为个人恩怨。哦 ，MGRC 炒了啦，炒到够够力，现在只是跌罢了啦，没有东西看了。OK。K 啊，这个 MYEG 啊，要做这个外劳村啊，外劳城不是村，外劳城是吧？电子政务服务供应商 MyEG Services BHD 的子公司 MyEG Lodging NC SDN BHD 已与槟城发展机构 PDC 签署为期30年的租赁协议，以开发价值 1.08 亿令吉的外籍工人村项目。啊 ，OK， 外籍工人村呐、啊，啊，说这个啊。对他来讲应该是好新闻了，给上了 1.24%， 他还是慢慢上了啊，慢慢上，我们等了啊，要等了，他也不弱，他也不强，反正慢慢在那边。UMW 他的股很难去了啦。UMW 与 IOI 价值5000万令吉的种植园签署盐巴赫沼气发动机长期服务协议。我说的 offer。那个 3MW offer 5块钱，说他是走不到哪里去的了，啊，对，差不多要买完了，他现在 last offer 最后那个30多%的股了 ，OK，MSM、okay, 啊 ，MSM 要出口啊，这个 super 糖啊 ，OK， 说对他，他有他的老板，他的那个管理人讲什么 CEO 啊，讲明年业绩会比较好啊，明年业绩会好。会比较好的讲，所以我们看一看呢、啊。MSM 呢，不是不能去啊，本来要小心这个罢了。啊，1.5 ，OK， 1.5冲不破，跌回来，跌破1.34，你要小心，可能双顶了。他要做，他冲破的话，他应该还有人去这个1.7了。啊，现在他还在 OK 了，啊，还没有转弯。啊、你看1.34啊，最好不要跌破1.34。我们看动力股，首先不要忘记点一点赞、分享、留言啊！我给你们炸炸那个 like 他，还有记得要开户口可以试 CJSMB 啊！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可以玩马股、新加坡、美股、香港啊！所以你可以玩美股，你可以买 Apple， 你可以买特斯拉都可以的、啊。说很简单罢了，你开户口下面有个连接 description， 视频 description more CJSMB， 你按有一个表格，你填一点资料交上去 ，OK， 网上交上去，用手机电话也可以。我的朋友世界神秘里面是收到了你的这个表格，他会 call 你，然后教你怎么上网开户口 ，OK， 服务好 ，OK， 平台好，然后呢水钱最重要低了啊，OK， 我们看看这个动力股，科技的我排在一起先啊。OK， Rapid，
别吵到这边啦，别再追了啦，吵到很过分了啊！这个我也不要讲了，没有可能我会追啊。OK， 科技一句啊，一句重来，终于起了啦，等了很久啦，突破这边慢慢的起，慢慢的又跌下来，跌下来又冲啊，说他不强吧，现在终于来了啦。哦，我们看 1.69 了，它突破 1.69， 它应该要来这 2.03， 它突破不了，掉一下来再跌破这 1.54， 你就要小心啊。如果它能冲破啊，就要来了啊，它就要去了啊，第三波了啊，一波两波三波。OK， 我们看这 PIE， 它的量今天900多千，去到6.2个 million 了，6.29个 million 了啊，平均900,988千，都很够力了，它量。OK， 它又要炒多一轮了。还有谁啊 ？PIE 7095 OK， 慢慢跟着画一个通道，跟着通道上没有问题。DNO GF Tech。GFTech 我觉得它正在回调了啊，我觉得正在回调，这要看清楚的。我觉得跌到低一点比较好，冲到中间这边反弹，不是不可以啦，没有，它的空间不大，它要穿回去这个通道顶啊，可能没有大空间啊，空间不大了，10多%都还 OK 了吧？这个暂时我不会追了啊，暂时我不会追，我要看它最好的跌到通道顶，可能我会试啊，暂时没有，它也没有突破了啊，它也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啊、你看这个地方啊，丢到很孤立了，1块钱1块1毛这边啊，丢到很孤立。所以它现在冲破1块钱，再来这边可能又会中丢了。说红色动力又没有，暂时我不会去追它。给 DNO 呢有反弹机会，它站稳在 3.61 上面，它有机会继续上，这个是很大的阻力来了 3.61， 然后我们如果它能站稳在 3.61 再看、啊、有机会、啊、有机会 DNO SFBTEC DNO 是7204、啊、SFBTEC、98000、哦、DNO 看一下它的量在哪，1.57个 million OK 了，平均没有啊。OK， 所以我们看这个谁呀、啊、？SFP， 98%。SFP 它双底，它突破1.01可能还能去。哦，如果它突破不了1.01，你要小心，因为它正在下调了，你要小心啊。哦，它正在下调了。正在下降 ，OK， 不要追啊，然后它也很高了，很高了啊。SDU 哇，16%，哇，这个这样丢下来又冲这个啊，是买来炒不了这个、啊，你要炒你玩短期。哦，日线图啊，短线的 OK， 守五分钟二，你买一天，我们看一天图不适合啊，因为它的拉出太小，然后它又买又丢，又买又丢，不是炒到过顾虑不了啊，没有机会给你玩了，没有机会给你收。Hume Industry，Hume 还继续上了，啊，说你继续收了啊，继续收 OK， 等自动盈利了啊，自动盈利叫你卖了也行啊。MCE 4.18%， OK， MCE 好像又要来哦，看哦，如果它突破这个 2.09 啊，也不是 2.09 2.08， 它突破 2.08 看来还要去哦，啊，还能去这个 2.77 吧，你那时候有点追高了啦，这个我看来还有机会了，都有点追高了，是追高了呵呵 OK， 所以有点机会了啊，晚点咖啡钱也许可以了，这个如果它突破不了2.08，然后呢，你画一条这个支撑线在这边 ，OK， 这条线啊，趋势线，那它跌回来，它冲突破不了2.08，跌回来再跌破这条趋势线，你要小心啊，还很强，它红色动力也越来越强，去到75%了 ，Netgate
就是7004，它的量182000去到1.87个million 呢、啊。Netgate 4.48 Netgate 也是好像有机会哦，哦，它突破了这个1.36，看来它有机会去1.49、1.56了，有机会了，这个也是啊，1.66有机会慢慢上，它的量4个million 4.6去到6.7啊，6.7啊，所以它有增加它的量啊 ，OK。AWC， 我 AWC 再通到顶了，最好不要了啊，等它跌回通到底比较好，啊，有点高。它的量1个million 1.4，平均去到1.3，它也不是特别大量。嗯，还有一个就是 Aon。Aon 头肩目标差一点点没有到吧？如果它回来，它突破1.24再讲。如果不是它，可能还会去这个头肩的目标啊。说暂时还是，它红色动力有来，它是有机会，把它必须要突破这个头肩的这个颈线的。啊，1.24比较好啊，不是哦，连银行也不给他高的目标1.15，说啊，你说我们觉得他还是会来这边卡住，说你要小心啊。OK， 数据先讲这么多先啦，啊，market 臭气烂了。OK， 我们明天再谈，拜拜。